肉吗？这边没让你出血吧？痛的话，孩子，你顶的时间太久了，你这个伤口痛，对吧？看这会多大？好，你尽量放松，放松啊，不用紧张。本来是我们就清个指甲，就不会切到肉。哎，你这个一拖一拖，这个问题搞得这么严重。